大家好，养护业界很多花友都会遇到这些问题，常见的夜斑病或者是虫害，特别是在夏季也是虫害的高发期。看一下我这盆夜菊花，之前呢就出现了严重的夜斑病黑斑，然后呢我把大部分的叶子进行了修剪，现在呢萌发出来的叶片呢没有任何的斑点，非常健康，非常漂亮。其实养护业界高手这里都备有一套园艺套餐，不管是虫害病害都能预防打尽，有三瓶药物杀虫杀菌预防，所以呢养护业界花这里备有它，再也不用担心出现什么情况，虫害病害都不用怕，只要是用对方法就能根除。好了，再见。